各位观众，你哋好，欢迎再次光临阿 N 与阿 Lam 频道。今集我哋会继续为大家介绍收割胡枫嘅生平故事，同埋佢嘅电影作品。1972年，胡枫曾参与演出的电影有一《摘梯》，同剧合演的有恩珍、胡燕妮、谢贤、丁佩；二《空手一二三》，胡枫饰演马如龙。同剧合演的有黄沙莉、伊蕾。1973年，胡枫曾参与演出的电影有一《香港式的偷情》，胡枫饰演李宗盛，同剧合演的有秀琼、苏青、吕琦云吞面篇。二《李小龙的生与死》，胡枫饰演胡枫。1974年，胡枫曾参与演出的电影有一《疯狂大笨贼》，陈平、吕琦、梁兰诗；二《天天报喜》，郑少秋、金飞、郑君绵、心心、陈振华；三《冬暖》，胡枫饰演小陈、恩珍、邓光荣、陈红烈；四《女人面面观》，胡枫饰演欧阳正刚、黄冰冰、陈平、金飞；五《香港屋檐下》，柯俊雄、丁佩；六花花公子，邓光荣、江峰、汪平。1975年，胡枫曾参与演出的电影有一《乌龙贼阿爸野风》，解元、郑君绵、金帝、李冬瓜、沈雪珍；二《醒目双星香港淘金记》，中华、何守信、李道雄、苗可秀；三《三笑姻缘》，胡枫饰演文征明，同剧合演的有龙剑生、梅雪诗、朱剑丹、严雪芬、梁醒波、靓次伯；四《六帽唔怕戴》，郑少秋、刘一凡，演员汪平、吕琦、邵音音、何连帝、沈殿霞；五《神女荡妇噱头王》，胡枫饰演李志忠朋友，同剧合演的有思思、陈平、吕琦、韦宏。1976年，胡枫曾参与演出的电影有一《跳灰》，胡枫饰演方医生，同剧合演的有萧芳芳、嘉伦、陈星、陈慧敏；二《名女人奇异录》，胡枫饰演曹植，同剧合演的有艾帝、邵音音、艾迪、韦宏。1977年，逗号，胡枫曾参与演出的电影有一才子名花星吗？艾帝、灵黛、潘冰常；二走得快好世界，卢海鹏、迪波拉、陈慧敏；三点子捉贼咁简单，吴耀汉、高妙思、唐青、卢远；四大男人，沈殿霞、卢大伟、吴孟达、卢海鹏。胡枫曾参与幕后工作的电影有1960到1970年代、1966年《通缉令》胡枫监制、1967年《一步一惊心》胡枫监制、1974年《疯狂电视迷》胡枫导演编剧、1976年《快啲啦前世》胡枫导演编剧、1977年《大师姐与薛》胡枫导演编剧、1979年《打藤》胡枫导演编剧监制，与黄文联合编导，与汪瑞英联合监制。1980年代，胡枫曾参与演出的电影有1981年，胡枫曾参与演出的电影有一《忌廉偷鲜奶》，胡枫饰演丁仲生，同剧合演的有艾迪、李燕燕。1982年，胡枫曾参与演出的电影有一《追女36房》，胡枫饰演唐痴斗，同剧合演的有韦宏、罗浩佳、艾帝、贝如花；二《八彩林亚珍》，胡枫饰演律师，同剧合演的有萧芳芳。好，胡枫嘅生平事迹今日就讲到呢度，明天继续。喜欢呢条片嘅朋友，请你分享出去俾你嘅朋友，同埋订阅我哋嘅频道啦。拜拜，明天见。